Hello，Hello。哇，聊天室界面有变呢。我说 OBS，你接了没？还是你在练票？没有啊，我接啦。哦。然后你还没进来，我就在整理我的装备。怪，怎么还是会卡？等一怎么下才会卡？就直播啊，肉质，怕水，怕水。查一下第五个奖励在哪里吗？嗯？查一下大一中第五个奖励在哪里啊？什么大语种第五个奖励？保障啊！哦，提示是什么？我还没进去看，要看一下。哦，图片是哪里？好像是钓鱼的那边呢。哦。那你先去11号营区的石头摸一下吧。靠，这不是钓鱼啦，那是鲶鱼龙的家，同一我种，靠，同一个北 IP 种。七哦！对，五台水是钓鱼，忘记耶。睡觉罢了。哦，在这个古种啊，好，靠右啊！诺了，三只蚊子在电我啊，在我开书看的时候，那打哪只？先去一区吧，一区可以打熊爪，我顺便去摸一下那个。嗯，然后在开台的时候开始扫毒，有没有？靠，难怪你会卡。没有啦。因为下面遭虾嘞。我想去抓小蓝哥啊，怎样？不行哦。没有没有，不行！我想说你怎么走那边？有没有铁货啊？都没有起面组。哎呀，这个跑跑就是这样。到了。他是要不要来？这个墙不能撞吗？那个枪？这个小小柱这子个小啊，的不来吧？那个能撞吗？我敢这么卡？哎、欸，前面直接炮到了。还是我在看《一拳超人》啊！等一下哦，关掉。好油啊！我要看那个啊，退取啊，退取现在哦，可以了，顺多了。退取现在播《一拳超人》啊。靠！你开 Chrome，然后又是退去。
对啊，怎么卡爆你？一定卡、啊，这个组合超卡、啊。我很多分页，那我开始把分页关掉好了。不用很吃网路的那个流量啊，太吃了，然后退去也很吃。水啦，怪虫虫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又位移了？我像昨天的。哎呀！可惜，如果他长毛的话，你会对毛造成伤害。虫虫你好棒哦，虫虫！过头了，好。你有带陷阱吗？当然没有啊，要啊。好，那我去挖个就来。那我去抓，你去挖。宝物在附近的喵。守护局的宝物。强力麻痹带。
陷阱在哪里？刚不是说你没在陷阱吗？我找哦，在这里，没有，回去换啊。哦，熊爪龙一趴哎、欸，差点打死他哎、欸。你的剑切有好好剑到的话，在哭啊？他睡哪里呀、啊？你的麦好烦哦，要按来按去。我想听妹妹的声音。现在只有狗叫声啊！啊，那你叫你这样，你妹学狗叫。好呀。恶龙咆哮。哎、欸，熊爪王是不是刚跟那个打起来啊？有吗？不然怎么这边会有掉落木？他累倒在那边就掉了吧？咋了？嗷！哭啊！嗯，怎么是走这里？他是乱倒啊，低能倒虫，低能倒虫低能啊，要我绕地球半圈。哎、欸，靠腰我。我准备拍，拍两次。我搞！哇，狂丢毒标哎！哎，这个挥剑没挥到。
他快死了，没有啦。哦，没有啦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快死。炙热的熔炉囊。熔炉囊。粪金龟大金抓。抓。欸，我发现那个大型吸引或是小型吸引真的蛮有用的，很容易耶。哎、欸，骗我，写个金啊！他是说那个大便是金的，比较多。看，白痴！我被突击龙卡住，好呀。欸，他这个段位一样用切割才行，对不对？对。打招呼开始，看一下啊、哦，贝蒂安安、乔治安安、小远安安、小马安、斯蒂芬安、肖雨辰安安、陈子阳安安、林正泽安安、叶子宇安安、静安安、玉凯安安、猫子阳安。原来。DPS 是在这里哦，什么 DPS？ 伤害啊，那个不是本来就有伤害吗？在哪里？什么在哪里啊？个伤害的那个，就那个啊，那谁都有贴啊，贴个怪怪的程式，点开下载就好了。没有、啊、那个位置不知道在哪里，位置很右边，超右边。啊，你一个人打当然看不到啦。多人打也看不到啊。我是装了第三天才看到他在那个位置。打狙击吗？还是打巨魔？嗯，在每日。
该没绿。严先生，你有没有挂台？严先生，哎、欸，还缺什么？展龙、小龙种、牙龙，大一种跟小龙种还要一只。嗯，第三个体。有两头猛牛的、啊，看起来是比较好欺负。可以啊，大一种还有两头猛牛，活动的啊，两头猛牛。哦，好啊，不然是接调查的、啊。就好了，大活动了，当那个活动分一次也可以算。嗯。谢文真安安，张文平安安。如果把它升到四等组四等洞之后，这套装就完美了、欸。那就好啦，升四等洞啊。哦，空余安安，嗯。这样还要犹豫什么？要啊！只睡五小时，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剪片，剪完片之后去健身，然后剪到一半发现说啊，干不行，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就赶快回来了。太久没去了，就是要见到快死了才有那个效果。我回来继续睡吗？踩那个踩单轮踩。20分钟，然后就是用腹肌啊、臂力什么啊，给我弄不到20分钟就快死了。嗯。好，我去找我的毛佛通一下，看他要不要丢东西。找什么？找什么？找毛沟通一下，看他要不要给我保障位置啊。哦。欸、我觉得那个哪里瘴气之谷的猫很刁哎、欸，要给他什么都不要哎、欸，好吧。我都是陷阱麻醉球、回归球轮流用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他们这三个都不要呢。那个啊，生命粉尘、大生命粉尘、鬼人药大那些，哦、我就是身上有一套，就是都是材料的，就慢慢挑挑他们有要的时候再。鬼人要大这么贵你也给了？嗯，干没办法。那个要滋养液耶，很贵。怎么挑？哎、欸，我那时候还是给一大堆东西，像奇面族吧，最左边那个永远都是给我大便，我就从此不给他了。喂，这还狂给我大便？真的啊？快打了，猫弟。你们先打，他给我第六个了，我去找一下。啊？我马上去找一下第六。睡着了。干嘛？这可以撞啊！
想起来交前面的，害我都放了爆头了。哦。他倒喽。嗯。我来了，是你妈谁？又没人接。哦，你没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那没有，我这聊天室字太小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因为我是用 OBS 的聊天室内建的，所以有些字看起来特别小，抱歉，谢梅珍，吹吹吹起来。谁抓了？谁抓了？嗯。我靠！你抓那么大？都说可以抓的猫，自己还皮。看秋千。兔子不要跑！兔子。
这里啊，金色独角仙。哇，都抓过了。我以为你来找小蓝哥。我本来是在找啊，想说晚上一定都会有独角仙就来做啊。看这张小。bra。嗯。好像没有诶、欸。不是我在看仙人掌，独角仙是大型的。哦，很多人看错，八千。我换笛子。柔毛秧鸡，柔毛秧鸡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在哪里？柔毛秧鸡在那个水池那边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换衣服。无聊都会撒一下这边的水池。然后看到一大堆 ID 挤在一起发生的事情。要等你吗？你先抓那个是个人的、啊，你抓的太、欸。不是哎、欸，他好像是在六号营地处啊，不，甲壳龙身上，他逛过来了。在哪里啊？我很怕惊动他。在我这啊。我先穿好了。在我这。我看到你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背上哦。对哦，在那边跳。一次抓三只，哎、欸，最小记录，爽。有没有后面那只猫之翼？哦。抓到了。走吧。说这只是辅助工具，又不是外挂可以直接叫出来的。只是冲下营地，看到一大堆蚊子在那边动。吹起来！要耐力自己碰哈，来碰，小七百二。